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赖正昌、周尼安等十二人为台湾是人权国家，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借照护其基本生存需要需求之必要。然而，政府始终处于消极态度啊！现有公社游民收容所仅有十处啊，便可看出政府对一带皆有议题上的消极态度啊！那故本席建议，请行政院及相关部会积极研究国外游民中心的经营方式，并研拟相关办法。而当务之急又面临寒冬之际啊，本席要求社会司及警政署研拟对策，开放地方派出所及警察局提供热水给游民灌洗，并在未来以皆有灌洗机制建前前前年度提供这样的服务给皆有方便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赖正昌、周尼安等十二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严处。请问院会有无异议？无异议，通过。报告院会，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。下午2:30。